大家好，台下早安新闻必须播送给您听，祝福大家整天都可以平安顺心。今天是2月27号礼拜日，古历是正月二七，我们新闻开始呢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今天呢有一波小小的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台湾、宜兰、花莲日时的高温呢比昨哦小可下降，也伫中南部呢是无小可影响到，也搁伫透早同款是偏冷，透早个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的头屋有9.8度哦，也中南部呢只是暗时温差会比较较明显，所以民众穿衫都要较注意啊，遮啊少哦。也气象局的评估呢，这礼拜袂阁再出现大范围的落雨，只是讲呢，因方面都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雨。也气象局也持续针对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发布了浓雾的特报。透早到早时这段时间都要特别注意。也伫空气品质的方面呢，云嘉南也阁高屏地区，这是感冒是提醒的等级。所以咱看天气来穿衫，今仔日呢，大家厚外套呢，应该是拢换落来了。伫北部、中部，还有东部的朋友呢，建议穿长䊏啊，加上薄的外套。也南部地区朋友，甚至这外套早咧准备就好，穿长䊏啊就正舒适了。也东部民众呢，出门就爱扎雨伞，也提醒大家哦，现在呢，防疫也是爱将嘴暗挂好势。继续咱就提供给大家详细的气象数据。落雨机会相关是20%。桃园新店苗栗呢，13度至21度，大约是10%的落雨机会。中部地区14度至24度，今仔日正好天。云嘉南地区13至23度，今仔日也是好天，无落雨的机会。南部地区16度至26度，今日呢无落雨的机会，有机会出日头。东部地区16至24度，落雨机会上悬40%。外岛地区今仔日差不多10度至19度。时间是6:32，咱继续镜头呢，带大家来看世界哦。这是伫越南的中部，咱看到这个画面有火倒起来哦。这是一架呢载着30多位游客船只呢冰船去，造成了13个人死亡，也阁有4个人失踪。救援人员为幸运得救的人来做急救哦。意外是发生伫个江南省旅游的景点惠安，也这个所在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这架旅游船是伫个惠安的外海冰船。救援人员讲哦，这个船顶的游客呢拢是越南的人，也除了有13个人死亡以外，也阁有4个人是失踪哦。也今仔日透早呢会持续来做搜救，也意外的原因呢要阁进一步来做调查。再来，全世界拢咧关心的，就是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事。现在基辅是毋是会当挡会掉俄罗斯大军来进攻哦？这基辅市的市长讲哦，人手不足，火力无够，乌克兰军队暂时是守住了上歹挡掉的这个暗谜。Ніч була складною, але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 в столиці немає. Ворог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прорватися місто, зокрема зі сторони Гостомеля, Житомира. Там агресори знешкоджені.空袭的警报是真残忍哦，响遍大地。这暗呢，几乎是全面闭战哦。有妈妈是抱着囡仔，就向这地下室去避难。大街路呢，差不多拢无人了。几乎呢，实施宵禁，当局做警告，任何人伫外口乱乱踅，拢有可能被人当作是迫害者。也俄罗斯这个军队哦，来攻击这乌克兰，乌克兰的军方当然是真奋力来抵抗，民众呢也热情来保护家己家园。伫基辅呢，民众是真歹困，也相当的疲累。It's kind of never-ending day. It feels like that for us because we basically haven't slept since really early, and then it's really kind of hard to concentrate and keep calm. Really great. A lot of people are actually joining the Ukrainian army forces. 在基辅的街路呢，是看到乌克兰战车在路上哦。
还有一台是怀疑是俄罗斯的车被烧掉去，现场还有在冒烟哦。会当讲这个战争看起来是真激烈，乌克兰军人是爱枪哦，紧张做戒备。也咱也看到这路边这车辆哦，车窗啊拢已经破去嘞，也涂骹还有炮弹一挂残骸，让人看了是真惊吓。俄罗斯对基辅呢猛烈的进攻，瓦近机场一栋公务大楼被炮弹炸出一个大坑哦，咱来看消防员如何讲明。监视器呢所摄到的，就是这个大楼哦被炸弹炸到的瞬间哦，也浓烟呢是拢呛出来。军方加消防人员赶紧来救援，现场也救起了防疏线。也消防人员有做表示，讲现场哦有80人被疏散。好，连续几日讲哦，这个证书哦，这个新闻伫各种媒体平台不断咧做播出，包括咱哦咧看的时阵哦，当然心情也无啥好，甚至有咧人咧开始哦超凡紧张。医师就表示讲，如果呢若出现了过度超凡的情形，最好是上这电视哦先关起来，做一寡家己介意的代志，转移这个注意力，也是讲哦，来做看卖啊，来呼吸咧，互家己。心情、情绪会当稳定落来。近期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的新闻画面不断伫个电视播送，使得真侪人联想到大海局势的变化，因此哩心生忧虑。情绪紧张，甚至影响到困眠。有些当然，他过去曾经有过创伤，那这时候又被唤起，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影响。比较容易焦虑的人，比较容易担心的人，那他就会说：“你看，你们都说不会发生，那就真的发生了。”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的确又会引发焦虑。医师表示，一旦发现出现急躁的状况，会当关掉电视，转移注意力，或者是试看卖心率的呼吸法，稳定心情。那就是找到自己的脉搏。那找到脉搏之后呢？你的呼吸就跟着你的脉搏，你就数心跳。吸气吸到饱，你数一下心跳几下；吐气吐到完，数一下心跳几下。把混乱的思绪，把它做一个就是关机，不要让自己在想象力爆棚。篮球也有可能，下围棋也有可能，打乒乓球也有可能，看书也有可能，就是去做一些他平常非常比较喜欢的事情。医师建议，可以多多到户外运动、散步，活动身体，让身心更加健康。台新闻蔡佩莹、叶怡琳台北报道。无看战争的新闻哦，来关心的是咱防疫的情形哦。昨日本土病例增加6例，本土也62例呢，63例是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也台中、新北市、宜兰各一例，桃园有3例。也虽然这个疫情哦比之前有较缓和落来了，但是指挥中心也是鼓励咱民众都爱来接种这预防针。也指挥官陈时中讲哦，伊伫顶礼拜时呢做第3剂。打疫苗是个人的选择，任何一种疫苗都是好的，及早打对大家身体一定有帮助。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其实它在致死率上面都有大概10几倍到20倍的一个差异性，所以及早打疫苗是最重要的。根据香港、新加坡调查报告来显示哦，那无注有风险感染死亡率呢，是完整接种的人18%至21.8%。也目前全台湾的有风险的涵盖率哦，第一剂有80%，第二剂76%哦，但是对加剂呢却是不满40%。所以指挥官陈时中呢，家己哦也来注射，讲予大家知影啊，已经完成了第3剂有风险。来接种咯，也为着要吸引民众呢，当又来注射，所以这组第一剂也是第二剂的人呢，这200块的奖励金要延长到3月底。这两天呢，全台湾才感觉哦，日头出来真温暖，也气象局有统计哦，对年初到现在呢，这日头照量呢是70年来降低哦，上少一年。也因为讲哦，晒日头晒无够，所以人体维生素 D 的浓度下降。
这可能就会造成了鬱卒的情形哦。专家建议要多多运动，而且呢，在饮食当中哦，会当食一寡无同颜色的蔬果、水果来补充维生素，增强免疫力。探路一头到户外行行咧，前一阵啊一直落雨，气象局表示，基隆、宜兰、淡水、甲台北这些地区的七站，为年初开始累积的日照数目只有45.1点钟，不到平均的40，是70年来同期日照数量上较少的。今年是反圣婴的现象。北方还是很冷，然后南边的水汽非常多，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造成我们的受到华南云雨带的影响非常的久，所以这个是破纪录的一个主要原因。医生表示，落雨天较少晒日头，会抑制大脑当中多巴胺、褪黑激素加血清素的分泌，使得人体维生素 D 浓度下降，引起忧郁的情形，也造成免疫力下降。天空暗暗的，那种郁闷的感觉，那感觉会少了一点活力之类的。那血清素的浓度会跟我们的情绪的一些反应跟调节有关。那在褪黑激素的部分，会跟我们的睡眠，还有包括免疫系统，也会有一定的程度的影响。要改善忧郁的症头，专家建议保持运动，饮食方面每礼拜吃无同款的水果甲青菜。当你心情觉得比较郁闷，或是觉得比较懒洋洋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些人际的互动来帮助你感觉活力会比较满满一点。所有的食物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有很多的抗氧化剂，吃越多不同颜色的东西，它对你的免疫力其实是比较好一点的。专家表示，红色、橄榄色、黄色和青色的植物有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黑色的食物有氨基酸和几十种微量元素，都可以增加免疫力和身心更加健康。台新闻蔡平叶依林台北报道。咱心哦嗨哟！咱希望大家看新闻了哦，那同款是哦，亲像晒日头同款是真温暖。首先要来看的是仁安基金会哦，甲中古组织仁医会呢，到苗栗的杜兰哦，去关心居民的健康。也医师呢特别教一寡中教做这养生健康操哦，因会当增加肌肉的气力，减少摔倒的机会。阿公阿嬤只算遐疼，也容易摔倒。医师义诊的时阵，顺便教导健康操，原地抬脚踏步的动作，来加强那个下肢的一个肌肉力量哦，来减少这个跌倒。早暗天气也是真寒，除了帮家友检查健康，嘛要关心保暖敢有够。用下牌顶，阿困外口的拢请举手。你在苗栗杜兰仁医会亲历山区，把关当地居民的健康。这边稍微早一点，稍微啦。义诊团队有新人，台中主治病院加医科医师李宜轩，住院医师三年经历，今年拄啊升主治医师，终于有机会参加向往真久的义诊。可能我们只看到他的生病的状，病的外表，但是他的内心的部分。对他内心的部分，其实有一些苦，是在我们这么多人关心底下，有机会可以抒发。这跟我们家医科要讲的照顾到身心灵的这个概念也是都一样的。医者父母心，尤其寒冷天气，更加会想到受苦的患者，行医的脚步更是未停。台新闻中部综合报道。再来是放大医世界哦，这个所在是嘉义大拿主治病院。看这病院内底哦，一挂故事牌呀，包括医师的名啦，这是第几诊啊，这字呢拢特别放大。希望讲哦，这个放大的世界，让一挂中教在看的时阵会较清楚。嘉义县内的人就有一个是高龄者，大拿主治病院年纪大的患者占大多数。老年人居多，陪同的家人也不是说会陪同老人家一起来。方便是大人看病，伫遮所有的椅拢放大。把那个数字放大，那直接目视化的状况比较高一点，他就会直觉说找得到诊间。创造一个放大的世界，椅又大五倍以上，对科别名称、诊间号码。到医生的名，医师啦吼，啊，讲全拢足明了的啦，什么人什么人，较清楚啊，感觉心情较轻松的呢。用色水分类科别，涂开指标嘛，干那有一条线，好中辈简单看，简单找，免挂老花眼镜的医疗空间，让人感觉足安心。
台新闻台北县杨俊廷、廖学信家己报道。昨天花莲有一场这个盛事的活动哦，啊，咱看到这花莲港天宫哦，花莲的港天宫，也有乔治素食汉堡，也有合作花枝素食的奇迹哦，送200份的寿司到花莲组织病院，目的就是哦，会来感恩这医护团队啊，真正是守护乡亲的健康。金胖的素油饭装入去环保碗内底，华人在地素食市集推广素食，各位分享好手艺。要分享素食给医护人员，就是让他们可以享受那个好吃的美食。我平常的话，他们可能在忙，然后没有办法吃到，然后特别就是我们中办在周末的市集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那么感谢他们。那其实医院平常也很忙，除了那疫情更忙。所以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因为我的汉堡比较大，所以那个。来到华莲港天宫专台走透透的素食小夜市，生理人真无闲，用心准备餐点，心内所想的拢是要感谢华莲组织病院的医护人员。那我们这一次老远来花莲，想说借这个机会，然后还有结合大家的这个我们素食小夜市的美食，来那个慰劳一下我们所有慈济医院医护人员，因为他们辛苦。那谢谢这次的素食举办单位，还有我们也要感谢我们这次疫情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那有你们我们真的很感恩。200份好食的餐点送到医护团队手中，为因补充元气，暖胃也暖心。好好吃哦。感谢啊，感恩呐，哈，有这么多的哈来到我们慈济的急诊室来，哈，这是最忙的地方。同仁在这个值班以后啊，要是肚子饿啦，哦，可以来个素食的料理，哦，填填饱胃子。感恩有你。台新闻黄孟金、钟江波、华联报道。组织呢，在咱台湾哦，推动环保已经33年了。在新北市的永和，有一个78岁中正爷名，这涂许秀智哦，伊这条路呢也是行了33年了。当然咯，厝边隔壁就知影，伊经验真丰富，也真热心。特别呢，请伊来教社区的民众如何做分类。30几年我一点啊都没有退转的。阿公每天在骗人，可是我一份心用心做。这边挂两袋不是问题，对环保志工涂许秀智来讲，这不是负担，是承担。做中学，学中者，学中物。甲先生做环保的身影，是上水的街头景色。怎么处理？可以回收。这个可以回收，一般塑胶。他们常常是很早就出门，把定点的东西先准备好。志工回去了，我们都还要整理一下场地。到暗时，大家拢回去休困，这个时阵才是上无用的时刻。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这边，就是我每次下来倒垃圾的时候，他们都会帮忙。所以，可是像这边环境也比较整洁，然后垃圾可以做到减量跟分类，就是很好。你可以看到那个阿姨还有她的先生很来帮忙这个社区，真的蛮感谢他们。我做环保继续实践的，因大楼的住户哦，都邀请我去啊，带动他们怎么分类啦，有20几户呢，做咱慈济的长期会员。环保这条路33年，坚定向前行。台新闻江文龙台北报道。看这个画面哦，大家知影这是一场的音乐会哦，也来参加的民众呢，搁扎竹筒啊，倒转来哦，用欢喜心来做好事。下现那团队演奏优美音乐，嘛献上爱心。从回娘家到现在5年，我们每年都来，然后每年人越来越多。这次的竹筒啊，面顶拢有一只火金菇，代表爱心惠珠。一个人无足够，真正是敢若讲火金菇，要有大家的力量，才会照亮我们整个地球。有志一同的志工吼，跟我们同行菩萨道吼，这是我们最欢喜、最开心的事情啊！我嘛是真爱啦，因为我嘛足爱耍的人哦，打热舞哦，我觉得还不错。花果队5年前由志工自发成立。
吸引真济大小朋友加入。音乐会希望传达爱甲感恩，人甲人之间更加增添温暖。台新闻李志清、吴威龙、李德美台北报道。也现在哦，也个是正月份哦，咱来看这囡仔呢，将这过年时所摕到压岁钱哦，这个功能变甲搁较大。这是伫马来西亚租借国际学校，不管是小学生也是中学生哦，拢将伊压岁钱摕来，也有人呢也逐工哦累积这银角啊，放入去袋仔内底，即个想要帮助人的心哦，也一直在延续。如同回娘家吉隆坡租借国际学校的囡仔，过完春节了后的第一件代志。我是出去给红包，然后放进里面，然后就捐出去。我们帮妈妈爸爸做工，然后就可以拿那些钱放进去竹筒。唔，那是多摕到的红包，或者是爸母的零用钱，去回交通部无用离校园内底。款先募款。Yes. Can you put the money in the bamboo bank? Sure, I will. 是捐给没有钱或者也是需要钱的那些学校的。先的校园离校园扩大，联合部的学生嘛到底响应。就想过。这个红包钱虽然是可以拿来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有自己需要到的东西，但是在仔细的想的时候，就想到还有别的，就是孩子需要这一笔钱。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我希望他们会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学到东西。然后我每天投竹筒，是因为我就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了。所有善款将要捐助300无国籍学生的教育，助人幸福，也让自己更加有福。台新闻李文杰马来西亚报道。来分享一个在家人哦团结的故事哦，咱所外面所看到这位呢是住在关怀河白先生哦，人看到伊呢拢感觉哦，伊真有江湖气口，尤其是无笑的时阵呢，这面乌啊看起来让人会惊哦。也其实呢，伊是捌被这政府判死刑，最后是坐监坐15年哦，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大概是。想要知影讲哦，伊伫出来了后是安那现在哦，找到正当的头路，佮知影友好父母，甚至是捐钱帮助别人哦。来看这个故事，龙珠回头金不换。你看这个面，人看了惊。我系去关十几年。去走私。枪击的啦。枪击。人看了惊着呢。就是要让他自己发现还有自我存在的价值。僵尸遗传总是进来，被囚徒死刑。后来经过法律程序以后，就改无期徒刑。后来我上诉了，上诉的时候改了15年了。哎，你这人真歹人。因果循环。对啊。那种钱留不住了。那天刚好寒流，风雨很大。阿婆门阿婆阿婆阿婆坡呀阿婆眠床啊，他就安尼弯弯，那碉堡来弯弯，就睡在那边。你以前做什么派职？派来职拢唔管，你来遮大表大和江，嘛希望因为你，吼，让大和江啊吼，恢复以前迄啰香火遐尼啊旺。那厕所真的很臭，我们就从这边一桶一桶的水提进去，教他如何洗刷厕所。这个屏风扎起来吼，有你这天这寒，你困涂骹，困了后边你腰才骨关哦。主公爱甲恁关心，甲恁照顾。好啦，谢谢啦。不是，让恁安尼困，这跟流浪汉有啥物无共？哦，2000，荤甲酒袂用买。哦。其他你日常用品拢会用买。哦。要签名。来签名，他不乖，我会给你骂。他对我很好啊。我会给你骂啦，对你很好，对不？没啊，你阿妈，你阿妈好啊。
人爱安怎？人要行孝啦。要行孝。其实我是希望在他从中能够体验到近思语里面对他有帮助。老母早起起来了，我提两千块，我买只鸡给伊啊。我一摆我提，我马上提给伊啊，对不对？哦，你这样无钱才来甲讨。无啦，我。咱做人的囝是为咱，是为咱有钱才提老母。他那个就是面相，他从来没有笑过。我不是跟你讲要跟人打招呼。有啊，我来客，我讲你好啦。你好啊，较笑嘞。有啊，我唔捌看你阿文来笑面。我就安尼，我即摆笑安尼笑面。对啊，就是安尼啊。对啊。倒一句话你最有感觉啊？人啊，人爱做啦，啊对社会要贡献啦，啊莫讲妄想的啦。你讲你这话顶个月无？顶个月就300啦。啊，这个月嘞？这个月搞300啦。啊，这要做啥？这边就我知影，这是行善的，要帮助人的啦。对啦，反正需要有帮助的人啦，哎呀。其实我们这样吼，团队那么多人轮流陪伴他，每个给他的不同，就是要让他自己发现说他还有利用的价值，还有自我存在的价值。你讲咱若无法度影响别人啦，咱爱做咱家己爱做的代志啦。影响你啥？因为我来。更鲜啦，对不对？啊，你今晚发神？有啦。你干嘛神啊？即将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国语新闻，我们欢迎主播明君，早安。好，必须早，还有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刚看那个微光系列哦，那个白先生反黑为白的故事，其实真的很有感哦。是，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台中慈济志工蔡天胜师兄哦，他因为吸毒还有卖毒品，无期徒刑，但后来他在监狱中改命，发愿忏悔改过，然后现在变成我们的志工。他就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为什么我会变好，因为我跟一群好人在一起，所以我的生命就越来越好。所以当志工就是把自己放到跟一群好人在一起。是，所以我们近思语也有特别提到哦，善跟恶的拔河哪一边会赢，善的力量多的话就会赢哦，希望大家都加入好人的行列。当然就要继续的来收看我们的大爱新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明君。好，谢谢碧秀，继续来关心国语新闻，持续关心乌克兰的战火。俄罗斯大军压境，全面进攻乌克兰首都基辅，大家担心可能很快沦陷。不过市长宣布，经过难熬的一夜，暂时守住了。但是炮火无情，一栋公寓大楼被击中的瞬间，全被监视器拍摄下来。监视器拍到大楼被炸瞬间，火光四射，浓烟密布。乌克兰首都基辅靠近机场的一栋公寓大楼被炮弹击中，炸出一个大洞。军方与消防人员紧急前来救援，现场也拉起了封锁线。消防人员表示，有80人被疏散。战况激烈，刺耳的空袭警报响彻云霄，基辅全面备战。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 в столиці немає. Ворог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прорватися місто, зокрема зі сторони Гостомеля, Житомира. Там агресори знешкоджені. 乌克兰的坦克车开上路，还有一辆疑似俄罗斯的车子被烧毁，还冒着烟。It's kind of never-ending day. It feels like that for us because we basically haven't slept since really early, and then it's really kind of hard to concentrate and keep calm. Really great. A lot of people are actually joining the Ukrainian army forces. 母亲抱着孩子往地下室避难，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基辅实施宵禁，当局警告，
任何人在外面游荡都可能会被视为破坏者。除了基辅之外，其他许多城市也炮火猛烈。南部黑尔孙一个加油站大爆炸，还不清楚是否遭到击中。几公里远的一条输油管也发生强烈爆炸。大新闻李芳编译。而另外一个战场在网路，俄罗斯的网军倾巢而出，瘫痪乌克兰政府的网站，引发民众的恐慌。而全球最大骇客组织看不下去，对俄罗斯宣战。脸书也为了事实查核，跟俄罗斯隔空交火。俄乌战争炮火猛烈，线上资讯战也不遑多让，假消息满天飞，劝降简讯疯狂轰炸。乌克兰政府、军方以及银行网站也接连遭到攻击瘫痪。Is the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s, where essentially the attackers are just flooding servers with information so that people can't access those sites. 重要服务连不上，也无法从官方得知状况，民众免不了恐慌。还有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在数百台电脑中发现的资料删除程式。That will cause physical issues for a disk, overwriting some of the data.Overwriting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operating system, and that will effectively disrupt that system. 这个恶意程式利用合法软体不断分割重组磁碟，直到电脑无法重新启动，借此快速瘫痪目标环境，让专家格外忧心。Between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it's meant to, again, sort of create that chaos, but also preven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from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coordinating.Response actions, services, etc. during this attack. 随着俄罗斯进犯领域扩大，资讯攻击也不断加剧。甚至有专家警告，网络战争的影响恐怕会比武装力量持续更久。If you're able to change what an entire population believes, you may not have to attack anything. That population will do what you want them to do anyways. 自己的网络自己救。乌克兰当局号召国内好手。保护关键设施，搜集敌方情资。全球最大的骇客团体也看不下去。Hackers associated with Anonymous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taking down Russian news site RT. 俄罗斯官方媒体一度停摆 ，Facebook 母公司也对四家俄国媒体收紧权限管制。数位世界的战场号角已经响起。大爱新闻邱凯文编译。只一直说要支持乌克兰的美国不出兵，但是提供6亿美元，当中的3.5亿，将近台币97亿，用在军事的援助。另外，国际间持续制裁俄罗斯，支付系统可能是下一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支付系统，1973年成立于比利时。200个国家地区和10000多家金融机构都透过这个系统投资汇款。乌克兰呼吁西方国家要把俄罗斯从 SWIFT 来剔除。而先前伊朗2012年因为核子计划被退出，影响了一半的石油收入，还有30%的国际贸易，重创伊朗经济。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都希望逐出俄罗斯。那俄罗斯的势必寻找其他的金融支付系统，很有可能转向中国大陆的昆仑银行，但是这样的做法也会削弱全球最大货币美元的势力。俄罗斯不顾西方制裁，持续猛攻，普廷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越来越多声浪要求切断俄罗斯和 SWIFT 系统，但西方国家担心引火自焚。SWIFT c'est l'arme nucléaire financière. On réfléchit avant de l'utiliser. Et chacun mesure que le déclenchement de SWIFT peut aussi avoir des répercussions. 到底什么是 SWIFT？ 全名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是连接全球银行的金融通讯基础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各银行之间的讯息搬运工，服务遍布200多个国家地区以及上万家银行和证券机构。把俄罗斯踢出 SWIFT。德国率先跳出反对。Eine Aussetzung oder von SWIFT wäre technisch aufwendig vorzubereiten, hätte auch massive Auswirkungen auf den Zahlungsverkehr in Deutschland und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im Geschäft mit Russland.
在 SWIFT 体系中，美国和德国是与俄罗斯银行往来最频繁的两个国家。目前被踢出的用户有伊朗和北朝鲜。伊朗是最好的借镜，2012年的制裁让他的石油出口收入拦腰斩，也锐减三成的外贸额度。Décembre ici, où il y avait déjà ces questions de tension autour de l'Ukraine et de l'entrée dans l'hiver, hein, les premières vagues de froid qui arrivaient, ce qui est un véritable crack. Hein, et en l'espace de quelques jours, la baisse dépasse 50%. 但同样的制裁手法能套用在普廷身上吗？专家分析，俄罗斯恐将不再输出天然气、石油和金属零件，危及全球供应链。表面看来是俄乌之战，但实际上却是俄罗斯与整个西方势力的较劲。大新闻骆子金编译。全球高度关切乌克兰危机，教宗方济各忍受膝盖的疼痛，前往会见俄罗斯的大使，这也是史上第一次有教宗亲自前往外国大使馆与俄罗斯大使会谈国际之间的冲突事件。Un grande dolore nel cuore.Per il peggioramento della situazione, ancora una volta la pace di tutti è minacciata da interessi di parte. 影片中可以看到教宗搭汽车离开俄罗斯大使馆。过去教宗都是以召见外国大使的方式转达讯息。俄罗斯持续进攻乌克兰，教宗顾不上外交礼仪的惯例，还有膝盖疼痛，也要前往大使馆。表达对战争的担忧，而这一次会谈超过了30分钟，教宗呼吁透过谈判来结束冲突。在新冠疫情方面，昨天新增6例本土，63例境外移入，总共69例。而本土6例当中，新北、宜兰和台中各1例，桃园3例，这3例是一家人，小孩才10岁，和台中1例都查不到感染源。20455，他是的职业是验船师，是40几岁的男性，那今日在中南部的港区。登船工作，那因为工作的需要，在2月14号、2月19号均 PCR 阴性，但在2月24号采检的时候 PCR 阳性 ，CT 值23。那目前已经框列68位接触者采检，已验出63位阴性，还有5位待采检。确诊验船师是新加坡籍，打过了3剂疫苗，还是突破性感染。潜伏期内曾经到台中、麦寮和高雄港工作，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是社区感染，还是在港区上船工作时候被其他船员传染。为了严防酒驾肇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肇事驾驶拒绝或是无法吐气酒测，可以由警方送医强制抽血检测。不过，大法官判决这是违宪的。原因是抵触了宪法保障的人身自由、身体权，还有资讯隐私权等等。有人认为这有助保障人权，但也拉长了作业时间，酒驾的违规者可能因此逃脱法网。晚安，你好，酒测拦检，有喝酒吗？远警发现驾驶神色异常，拦车临检，或是发生车祸，要求肇事者吹气酒测。如果驾驶人拒测或伤重无法执行，警方都会强制送医抽血检验。不过这项做法却被大法官判定违宪。这是插针下去，它就是侵害到我们的健康权。而且如果我不愿意，我的自由，我自由权也被侵害。接下来我血液里面有很多有资料，包括我的 DNA 资料，我只为了酒测，个人的隐私被侵害到。今天如果不符合法律程序，这个酒测值可以不当作证据。
以后警察必须要有驾驶人疑似酒驾证据，报请检察官同意开立鉴定许可书，才可抽血检测。如果情况急迫，可以先送医，并在24小时内呈报检察官取得许可。接触谈话的过程，发现有明显的酒味、酒浓，或是言语有口疾、驾驶行为有明显的异常。那综合各方面的一些证据，怀疑他有酒后驾车的嫌疑，那我们就要加强这方面的证据的收集。原本半小时到一小时内就可完成验血，但现在手续变多，增加员警作业时间和复杂度，也有人担心会失去酒测精准度。如果你前面不配合，那他们后面把你带走，那可能没有话讲。抽血检验，然后更精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侵犯人权。就是酒驾的状况这么严重，你看造成社会上这么多人家破人亡，不应该把这种状况视为是一种保护人权的方式。大法官认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机关应该在2年内完成修法，回归根本还是要求民众酒后别开车，维护行车安全。大新闻谢雨山、邓应中台北报道。空气污染无处不在，包括了家里，建材或是设计不当累积的甲烷和二氧化碳等物质，都可能让人过敏、头晕、头痛，甚至引发癌症或是心血管的病变。防止会生病的专题就要带你了解老旧房舍的病态建筑问题。这是一个大概46年的老房子，都没有开窗，会开一个这个排风的。它这个房子从这里排到客厅，等于是说把这边的背气引到客厅而已，但是并没有往外。狭小的房间摆满生活用品，衣物储存变成一面墙。很多的干洗的衣服其实都有 TVOC， 都有甲醛，常常会头晕啊、头痛啊，睡觉起来就会觉得身体都会很累。居家环境里面有这些不利的影响因子，来导致打喷嚏、流鼻水、头晕、头痛啊这些的一个衍生的症状。事实上来讲的话，就是 WHO 所讲的这个病态建筑症候群。老旧的这个房屋呢，它的整个动距还有临街的这个状况呢会比较严重。那况且呢，新的房屋呢盖起来之后，通风会阻挡，通风不良衍生的问题就包含了潮湿、发霉的这些事情。室内通风设计不良，大多数是早期新建的房子。调查发现，全台800万栋建筑物，其中410万栋屋龄超过30年。像情况严重的台北市，辖区90万栋房舍，70%以上属于老旧建筑。因为居家的地板、发泡地垫、抗皱衣物、家庭清洁剂和化妆品添加物都有甲醛成分。有时候家具也有很严重的这个甲醛、VOC 等等，比如说沙发椅等等，市面上贩售的沙发椅也蛮多是属于，高标的这个甲醛，它会攻击我们全身的这个呼吸系统之外，循环系统，我想都是很大的伤害，而且它是致癌物。不论是甲醛致癌物，还是悬浮微粒和二氧化碳，只要不断累积屋内无法逸散，对于人体都是伤害。这里是一间影像制作公司，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这是一间屋龄超过40年、非常狭长的老房子，两侧的墙壁都没有任何的窗户，唯一的窗户就是记者背后的这个气密窗，无法打开，因此空气非常的不流通。在摄影棚里面，人都会到大概8到10个人以上，所以那时候空气就会很明显的很不好，头脑很难focus。二氧化碳浓度会到2000 ppm 左右，然后大家都会昏昏欲睡，很不舒服。然后自从我们加装了新风机之后，我们的情况就有改善。把新鲜的空气引进来，这样就整个空气感觉很好。你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你呼吸久了，你就会习惯钝化了。所以常常我们需要数字这种仪器，很精密的仪器，告诉我们处在哪一样的环境。全台湾唯一获得卫有白金级健康建筑的住宅，就是记者现在所在的这栋大厦。可以看到现场有完善的空气品质监测器，也有先进的空调设备。这栋大楼开启了建筑界的先进概念。在这个社区里面，空气清净机、全热交换机，我们也在室内放置了活性炭来吸附空气中的污染物质。
不论新大楼还是老房子，空间设计不当加上建材疏忽，都被视为病态建筑。这次 COVID-19 的这个议题呢，也造成了健康建筑被重视，因为留在建筑里面的时间更多了，在建筑空间里面，人的健康更应该被完整的保护。绿建筑的兴起来自人类对于自然的友善实践，而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建筑，则是时代演进带来的居住新思维。花莲地震频传，慈大附中每个学期都会举办防灾演练，紧急时刻才能临危不乱，保护安全。掩护，稳住。警铃声响起，学生们马上躲在桌子底下避难掩护。拿起书包，护好头部，赶紧往安全的地点集合。真的发生灾难，你不一定真的像今天都在教室哦。那我提醒各位，如果真的不幸发生灾难，需要躲避的话，只要是白天，好在还没下课之前，全校的集合地点都在操场。花莲是地震较为频繁的地区，慈大附中定期进行校内的防灾演练，透过影片宣导、实际避难疏散，加强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这是非常需要的东西，为了避免我们在面临到这种天然灾难的时候会有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毕竟花莲时常有地震，虽然大家是基本上已经习惯，但是如果遇到真正的中大型地震的话，就是能做好防护，能做好预先防护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学生们冷静面对，熟记防灾知识，在紧急时刻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台视真实本志工陈科木花莲报道。斯里兰卡公民到公立医院看病免费，但也因此等待时间漫长。光是白内障患者就有120,000人等着动手术。慈济与眼科医师合作，计划一年之内为500位病患开刀，已经有30位完成了手术。测量视力，填写资料，最后再由医师判断，这也是他们能够重见光明的机会。斯里兰卡的医疗虽然是全民健保，但等待时间漫长。若是到私立医院，光是一个眼睛的手术费用就要近2个月的收入。这一次有30位患者顺利开刀，志工是全程陪伴，同时计划在这一年内与医师合作完成500例，让他们能够真正看见爱。台新闻维多利亚斯里兰卡报道。印尼支达隆河是重要的灌溉和发电河流，经过了万隆、雅加达等城市，3500万人赖以为生。不过这里也是全世界最脏的河流之一。印尼政府有心要在2025年之前完成整治，军方就邀约万隆的慈济志工在河边种植500棵的月桂树，加强水土保持。恭敬奉上500株的月桂树苗，要为河川富裕尽一份心力。军方主动来邀约，带动民间力量保护大地。Penanaman pohon ini jangan hanya seremonial ditanam, tapi untukperawatan selanjutnya ini kadang yang diabaikan. Makanya saya berpesan pada masyarakat, kebetulan ada Pak Kepala Desa Bojong Malaka, ada Pak Lurah Andir. 河流是大地之母，这条支达隆河流经万隆和雅加达，是西爪哇岛最长也是最重要的河流。2018年却被评为全世界最脏。政府有心要在2025年完成整治，沿岸的水土保持同步进行。Serapan air juga。
mengurangi dampak bencana alam seperti banjir, kayak longsor. Saya berharap untuk kedepannya bukan hanya kegiatan yang sekarang laksanakan sudah。月桂树为亚热带树种，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经济价值高，可长到10到12米，既能够避荫，也能够美化环境。居民同心，将持续在河边栽种至少5000棵，对未来扛起责任。大爱新闻迪亚尔哈迪印尼报道。登山人贾静心过去染上毒瘾，虚度了20年的光阴。在明德戒治分监服刑的期间，靠着信仰成功戒毒，出狱后洗心革面，带孩子卖面弥补错过的亲子时光。爱情一个方刀，没有明智的江湖，只能长生不由己的爱歌。靠着信仰与坚持，贾静心戒掉了20多年的毒瘾。志光老师他们的爱，让我感动，然后，想改变这样。我们的想法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呢，就有机会呢，有一个很大的转换。辅导员的鼓励陪伴成功戒毒，现在还担任戒毒讲师，分享过来人经验，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我看到一些人慢慢的在改变，就觉得也是蛮欣慰的。摆脱阴霾，现在贾静心带着孩子一起卖水饺，重拾父子情。因为信仰的关系，让我感到，想要改变，做水饺到现在了。现在我的儿子也是跟着自己做。然后就是我一个模范，现在这个模式这样就，我觉得都很好了。来，加油，加油！儿子深深的拥抱就是最大肯定和支持，让贾静心更有力量走稳未来的每一步。大爱新闻是宇晨、郑瑞平台南报道。不要的玻璃瓶可以做成首饰和艺术品。陈宗翰致力推动微波炉玻璃教学，带着学生一起创作，让大家知道艺术也可以很环保。七彩蝴蝶、美丽花朵，还有缤纷吊饰，不说还以为来到精品店，但你知道吗？这些其实都是回收玻璃做的。不要的再回收，做出一个美丽的作品出来，我觉得很好，很棒。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做的，就是这一个作品，就是完全都是自己做的。要教导小朋友，好让他说可以废物利用。他们模具他们要自己刻、自己磨，用砂纸去磨。而他就是废玻璃艺术家陈宗翰，透过特制的微波窑，将作品放到微波炉内加热，短短几十分钟就有令人惊艳的作品。微波窑放进微波炉里面，它的热能是从里面开始聚热。聚热那个热能从哪里？在我们空气当中水分子大概800度左右，所以我们玻璃放进去，大概照制12分钟到15分钟就把它完成。玻炉其实它是很安全，你温度过高或者它造成危险性的时候，它电容器它自动会弹起来。安全易上手，还能废物再利用，让人人都有机会成为环保艺术家。树它是代表我们环境保护最重要一个指标，那个环保玻璃品。好，让它重复在一个新的生命。废玻璃经过微波炉高温烧制，呈现崭新面貌，延续精彩物命。大爱新闻，续传郑瑞平，高雄报道。天气方面提醒您，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比昨天稍微下降，中南部没有影响，而各地清晨还是偏冷，最低温在苗栗头屋九9.8度，请您注意保暖。感恩与您共度美好的时光，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我们再会。